翻车了。害我没看到最好看的，这样飞，直接飞扑，然后就 game over 了。Are you alright？ 我就不相信你这一套衣服可以永保干净这么久啦。耶、yeah, ，成功了！我们终于要离开这该死的鬼地方了。不用。I'll check it out. Roger. 这之前的那个东西嘛，散落一地嘛，对不对？三小，射带，我要捡射带，谢谢。哎，好了，不要乱开枪，不要乱开枪，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欸、哎、欸，捡个东西，捡个东西，哎、欸、哎，补、欸、血补血，哎、欸，很好很好，不要乱开枪，不要乱开枪，哥哥有话好说，快走，走，好，谢谢棒棒糖，谢谢，感谢啊，谢谢棒棒糖，哎、欸，他怎么没有跟来？战神呢、欸？这家伙，切回来全部躺在地上。大哥啊，战神哦，原来是女克雷多斯啊！哎呀，啊，这边有东西可以捡啊？没有，真的是不好操作哎、欸，放任他这样子而已，妈的就乱射一通了，我哪受得了啊？而且麻烦的是，我必须还要再跟他同一个画面，我才可以叫他跟着我。我以为他有跟随我啊。Follow me. Follow me. 哦，感觉可以哦。有没有？可恶，没看见，太可惜了。看到什么？哦，这是一个反射的铁片，没事。危险，仅限授权人员。哦，这个腿可以，行。有种不要捡色带，不行不行，我就是没种怎样，我就是没有种，好不好？衣服换了。这是哪里啊 ？The Umbrella Research Center， 安布雷拉研究中心。哎 ，The First General Manager， 第一任所长 ，Dr. James Marcus。Who on earth are those people？She's just a rookie, a member of STARS. 只是菜鸟。What about the male? 男的呢 ？I'm unfamiliar with him. Attention. This is Dr. Marcus. 马克斯。Please be silent as we reflect upon our company motto. Obedience breeds discipline. Discipline breeds unity. Unity breeds power. Power is life. Who are you?It was I who scattered the T-virus in the mansion. 罪魁祸首是他。Needless to say, I contaminated the train too. What? Revenge on Umbrella. 对保护伞的复仇。所有恶灵古堡的始末，最初的初端就是他，起源。哇。所以说他才是真正的病毒元老啊 ！Dr. Marcus， 哎，马克斯博士不是死了吗 ？Ten years ago, Dr. Marcus was murdered by Umbrella. 被保护伞暗杀。You helped them, didn't you？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说我们在前面那个列车上面那个也是马克思吗？不然为什么他那个画面带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到底有几个马克思啊？不太懂哎、欸。为什么我感觉这边做的好像一代的洋馆哦、喔，他妈超像的。该不会我们现在就在最早初代的洋馆吧？就是洋馆吗？不是吧？初代洋馆、一代洋馆在这里面。老罗，这什么游戏哦？《恶灵古堡》啊？一个而已，那不然那个雷贝卡他的那个画面是充很小。解锁密码为815，有乌鸦哎，点火，好不行，微微都可以。这是另外一个洋馆，好吧？哎、欸，子弹，捡。这是什么？曲柄，捡。What the fuck shit？ 还好，我跑了。一代洋馆没事，烧烧尸体，不烧你就会死，爽爽。我玩过啦、啊，就狂暴僵尸嘛，重置版的僵尸会狂暴啊，非常屌的甜品欸。善与恶平衡之时，开启新的道路。哪边有存档的点啊？其实我只要记录，我可以把色带丢在存档点的地上就好了。为什么要一直带在身上？是不是？有没有道理？系统磁碟，要看到存档点，存一下，存一下。应该要给六个吧？哇，真的给六个哎、欸，这么会给啊！好，感谢雷文聪跟戴文斌的送礼，谢谢，感谢啊！有种都不要存档，抱歉哦、喔，我最没种了，真的，我不想重玩，很累，不想。还是说一个地区存档点有分很多个地方？那这样我是不是势必真的要带色带在身上啊？哇，超级！哎、欸，这可以丢了吧？这个东西真的很靠呗。我就觉得，如果他要你丢，他就会叫你丢了。应该是还是会用得到吧，我觉得啦。哦，挡住了入口，锁住了，有种死了重玩，不要，我就是不咬。这种苦差事交给我就好了，后面的大哥，大哥，苦差事交给我就好了。
这什么？微缩胶带？这什么东西啊？老人手中拿着一支蜡烛，此光会引导你找到真理，真理之门。好好真理啊！好，捡到地图了，行。培训所，原来是培训所。停止运作，又色带，用不完的色带，源源不绝的色带。我知道这要干嘛了，是不是很聪明啊？啊，不是点吗？欸，不给点。难道我就不能赖打点下去吗？那这家伙的赖打用途到底是什么？做燃烧品啊？我直接丢个燃烧品给他挥修除好了，好不好？这个。我刚看到上面有一根蜡烛，你该不会真的叫我用上面那根蜡烛？你不能偷走我的蜡烛！哎，这什么？哦，要开，瞬间懂了。色带是干嘛？存档用的，就是记录点。存档是有限制的。哎，怎么是你啊？转。但必须有人搭乘。You stay here. Okay. Okay. 来，交给我。This way. Okay. 哎 I'll check it out. Okay. 转。啊！妈的，你这洛基。你不能偷走我的蜡烛！哎呦，散弹枪子弹。二叉其实当初，我跟你老实。哇哦，哇哦！啊！我看见了，看见了，白的。哦，此生无憾了。各位看见了没有？浪漫的一瞬间，有没有觉得生理上获得了救赎？干有几只啊你来呀没了很痛啊怎么捡不到哎捡到我看到微笑哥马上关掉不敢玩有破关的是二三代哦，你是说转头的微笑哥啊、哦？那个是洋馆的那个嘛？你们说的是那个微笑哥啊、哦？我那时候还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嘞。被扑倒而已啊！所以我跟你们说，眼睛要利一点啊！这种画面不是每年都有啊，不是天天都有的，是不是？不然你想要什么破布吗？完了有乌鸦，不祥的预感，可以先射死他。啊，小废物！林北子弹多的是啊！啊！别！烦人的小乌鸦！再来啊！再来啊！呜！想当年玩一代的时候被乌鸦玩死，我该不会真的要步上后尘了？哎呀，这谁？哎，我捡到什么 ？Nope， 小废物。嗯，我体力值这么高哦。到现在不需要吃欸，这边可以好好的合成，看他怎么合。嗯，
实也不用了，我觉得是不用了。第一次出现僵尸画面，我知道，以前小时候我也超怕的，看到就直接做噩梦了，不敢玩游戏，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嗯，这个会不会是那个、啊、外面的那一扇门啊？这边异常的安静。感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一样。机器完成收卷。妈的，比利交给你了，只剩我们了，我们俩了，去别地方看一下吧。比如说这个地方，哦，干对哦，这地方要点蜡烛。哇，我没有射带耶，这样子我就没办法存档。靠北，不要吓到。妈的，你这最好是这样子试试看。吓死人了。小鸡鸡。五。欸。哦，就是这里。这应该是那个。雷贝卡那一条路是吧？贝雷卡还是雷贝卡？我忘记了。哎、欸，僵尸不见了、欸！火图腾，女性雕像，看来我真的要走别的地方了。我们要丢下我们的小贝贝，明明就是雷贝卡，一边做彩色，彩色什么果冻啊？那个是食物吗？感觉好像好吃的样子，感觉好像很可口，一定是甜食。刻的时钟，绝对是甜食啊！好，我们一楼好像没有逛过，对不对？我们去逛个一楼好了。卡贝雷。这边的洋管设计真的好像一代哦、喔，哎、欸，原来这里也有、喔，我觉得我应该不用存档吧，反正死不了啊。嘿，安安，我靠，太多了吧。是什么？对面子弹，他会站起来，你信不信？来啊，单挑啊！水龙头生锈，一滴水生不出来，干起来哦！迟早他会站起来的，你放心，迟早。他的那个贴图，他的那个纹理贴图，已经背叛了他了，代表他是活生生的生物。哎呦，好黑哦，好可怕、哦！
怎么可以这么黑？嗨，你好。硬邦邦的。看不到啊。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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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命。满包。又有汽油哦。哦哦哦哦！更拽的装备出现了，我还不换哥哥？哦，直接给你送上七八，太棒了，可以替换了。不过现在挺尴尬的是。我没有办法啦，寂寞灰呀！哎，只有六个，真的很靠呗。哎，怎么会这样？真的是太磕巴了吧！我们之后应该会回来这个地方吧？我要先把手枪先丢了，不管了，受不了。黑色雕像，明天要去野餐，哇，那个感觉就很好吃啊！暂时用不到，可以放中庭，我已经把它丢那边了，之后再去捡吧。你这个变态！不输鬼，你鸡不输鬼，真正是泰哥不输鬼。嗯，走那么快啊？升一发，升一发。梦幻模拟战几只 SSR？ 忘记了、欸，七八只吧。我已经没在玩了，不知道为什么，超懒惰的。我叠胜啊！安安你好，谢佳明。这是通往哪里的？哦，原来是这里哦。哦，我知道了，那个恶魔嘛，放在天平上面啊。那我还有一个善，一个善一个恶嘛。哎、欸，对了，你们知道跨年有台风吗？啊，我觉得跨年你们就在家里过好了，好不好？看老头直播嘛，好不好？耶、yeah ，好了，暂时先放着，不然多麻烦了、啊。这里，这边我好像还没来过，对不对？没有声音了，哎哎，完蛋了！不祥的预感，已安静了。厕所，干！哦，等一下，应该有一只狗跳出来。哦，不对。这里面有人，哎、欸，这就这样子啊！哎呀，我这这，哎呦，哇，啊！我靠，这家伙打不赢，呜！看我要死了，没子弹了、欸，逃走了。我花了
要跑不要硬打，干！我已经花了将近好几发，他会不会追来？刚他会的样子，哎，算了，我只剩下一发子弹了，浪费一堆子弹，锁住了时钟图案。哎，干林老师，哎，原来这边有路可以走，我操你妈！大哥啊，原来这里有路啊！靠腰，一来就来，哦，啪！我要死了。死去！哎，我居然没死，可恶！还撑得住，完了，我要死了。哦，要一哭了，干榴弹枪哎！妈的，原来在这里哦，操！水的图案，原来如此。哎呀呀呀！榴弹发射器。这个该怎么办呢？看得到吃不到。算了，只好拿这个。不是啊，啊这个拿了要怎么给他啊？重点，拿了出不去，冲啥？色带丢了。看一下，色带丢了，我也不能拿那个散弹枪啊，不是啊，榴弹枪，燃烧瓶我想留啊，难不成这里就是往那个地方出去的？终于啊，这是哪里？哥哥，你在哪里？是在同一个地方，哎、欸，可以哦。交给我，快点！我去放置好了。走错边。Nice， 终于啊，好了，平衡了。我是不是用错边了？先放白的，不是啊，根本就没有分左边跟右边啊，它就自动放上去了、啊。少一个翅膀，没关系啊，先放了，省空间。Come on， yeah， 先去那个好了，先补个血好了，快死。我要将榴弹枪给谁拿？感觉榴弹枪也猛猛的、欸。哇，超级大补，好爽！
史雷尔要我虚的，什么意思？哦，不想要剧透我吗？让我自己体验这样子啊？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我想让比利去拿榴弹枪，哎，行不行 ？I'll check it out. Roger. This way. Roger. 他不会显示我们还没捡到的东西啊。I'll check it out. Okay. Come on. Okay. 去拿榴弹枪。哎、欸，不是这扇吗？靠北，这扇。但是怕老头会说干烂游戏不玩，不至于啦。我是不至于啦。水哦、喔！哦，感觉就很爽。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东西感觉拿到他身上啊，爆发力十足欸，烧夷弹，他的名字那么奇怪啊，下面给我烧夷弹，我想把这散弹枪的子弹剪一剪，把它放在大厅好了。Let's split up. Okay. 交易剪。这里，切选单，再一次，切，切啊！啊，说好的切选单呢？有。欸、靠北，按错了，没关系，先剪。Fuck you， 忘记丢了啦！哦，真的是，算了，不剪了。我要把散弹枪子弹丢到大厅，敢不管，任性，行不行？你他妈乖乖给我在那边啊！我先走了。贝雷卡三明治应该不至于那么严重吧？哎、欸，走错边了，就错了。这关很危险，真假的？可是我怎么觉得现在我没发生任何事啊？色带说怪我，哎呀，可是我觉得没有带色带。就感觉很不安全啊，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吗？你懂的，非常没有安全感啊！整个档案丢色带好了。我居然可以这样把它抛下呢，超屌的！这时候呢，我们的比利已经翻白眼了。凯琳老师，快点！已经要没力气了，有没有？我被无来啊啦！你紧的呀，没力到翻白眼。你们该是不会变肉酱吧？你们这样讲我会怕哎、欸，我们要走过去被插死啊！B
比例表示不爽我很久了，他等下可能真的就放手，我就变肉饼了。干，别哦，我要走了。干他死！哦，哇！结果不是肉饼，是蜈蚣哥。啊！别理啊！哇！榴弹派上用场了。烧死你这小妈蛋！哇，他直接这样子，我说你可以把他带走吗？你这小贱人！四发解决掉，活活烧死！真不愧是简单模式。Rebecca, are you all right? 羡慕嫉妒恨。Thank you. 区区一条昆虫。这扇门应该可以开了吧？有，这里还有一扇，好像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吧？我不会说那是哪里，忘记了。哦，哦，怕。可恶，这个角度啊，太可恶了。怎么可以这样呢？是虾米？开？哦，开灯了。上弹枪子弹。报告。又是一群没用的家伙，总部从那里来了一些白痴。但还是有几个优秀的人才，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威廉和艾伯特他们将来大有可为。接到电话，鼓励两边人竞争。嘿，干，怎么没有屁用啊？这个是干嘛的？我看到上面东西在发亮啊，可是貌似好像没什么卵用。干那无虾米卵用，该不会要推吧？还真的欸。你走开啦，大姐。I'll go. Yeah. 大姐没看我在忙吗？我懂了。当我三岁小孩吗？你是把我当三岁小孩在看啊？高手就是死了一脸茫然，你错了。哎，我啊，满了。哎，交给你啊。嗯嗯。啊、怎么不上去啊？靠北！这是什么？铁针，带着。我知道这要用到哪里了。好了，我们可以走了。我们做个交换吧，做个交易哈，就是这样。可以走，可以走。还有个地方在哪、啊？还有个地方需要用到那个开门的那个在哪里啊？哎，果然醒来了。I'll go check over there. Okay. This way. Okay. This way. 怎么突然伸出来啊？复活了、欸。
I'll go check over there. 哇，不要浪费子弹。这里啊，水啊。哥哥，我怕，我就把他拉过来好了。Follow me. Come on. Okay. 三代被抓到不反抗直接死，对啊，直接给你吃个爆头，插爆你的嘴。这一下面，哥，打火机、燃油，这个会用到吗？烧化是不是？嗯，突然捡起来，感觉有用途。该不会烧中间那一幅画吧？红色药草，这边居然有瓶子。平日是用来做燃烧弹是吧？那也要有汽油才行啊！好了，该拿的都拿了。对嘛？燃料剂点了那个灌在那个赖达里面呢，我可以直接点火啦，啊不就开了？有哦，哇！我还快要十点了，被砸掉了。点，哦耶！解锁，这是何等的操作？我靠！这么多冰榴弹嘞！啊，这里就这样哦。哦，这里可以上来。你走。好好，你这么想推，给你推，在那边。你到底要不要推？他推不动了，小废物。哎、欸、，I'll check it out. Roger.这里啊，这是什么？一本书。带回家，太棒了！那这样就取得平衡了吗？啊！哎，喵爷，这样看，哎，
无奈。终于放假啦！哇，终于终于，恭喜你放假了！又给我流放了，什么流放？但是明天要补习，礼拜六啊，辛苦了辛苦了，最起码不用去学校啦。耶、yeah ！哇！我这样是不是要把它放过去做组合，还是直接使用就好了？不行，看来真的要先把它抓起来才行。哎、欸，那这样子恶魔也少一片翅膀，这样行得通吗？果然，我就知道他有一半的翅膀没合。妈的！啊，索隆属性大开，太棒了！对，就这里。啊，终于，狰狞呢？然后就掉出一只时钟的钥匙嘛，是不是？哎、欸，我怎么会知道啊？815对不对？好，我想起来了，这个是分针15分，往右边，我还记得密码，然后再来时针8点15分678，爽哦，自己打开了。哦，打开了，爽哥，耶、yeah ，可以回去了，回去存个档。好地性，因为也就只有那个有密码而已啊。从一刚开始到现在，密码就只有8点15分，没了，对吧？就说你要我记着，当然会记着啊。如果你说途中有一大堆什么54321的，我搞不好还会搞乱。没有没有，我差不多要去下面存个档，我要关台了，下次再玩，下次的事情。啊，下次又有新的地区可以探索，棒。然后呢，我这个应该会分批上传吧。就是到我的主频道，因为我觉得我想要把这个拍成一系列的连载，对，也没为什么，就只为了想要当做一个纪念吧。因为毕竟零代我是没有把它拍过一片，一代是有，但是一代的记录档好像被我删掉了，是不是？我想说要不要从头开始啊？再说啦，哎呀，反正二代重制版跟一代也没有太大实质上的关联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说。重跑一遍之类的，以为忘光，专心玩下去，通通忘光，全忘光了好吗？换我开，好啊，换喵月酱开，来来来，我们现在接手让喵月酱开台了，啊，他教你怎么三秒入睡，超屌的。三秒入睡歌就决定是你了。好了，存档。我记得我们那个平衡的天使好像少一对恶魔翅膀嘛，应该就是从这里面拿出来的，不是拿出来啊，从这里面找啦，应该从这边获得吧。马上就僵尸。I'll go check over there. 不要跟我乱开枪，王八蛋！我不是叫你不要开枪。Come on. OK. 浪费子弹哥，可以不要浪费子弹吗？虽然子弹很充裕啦，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还是该省要省嘛，啊，不然 BOSS 战怎么办？这东西，哎、欸、，B 面，
B 跟 A。哎，我忘记把色带丢下去了，靠腰。这可以合成吗？看来是不行的。调查，到底是干嘛的、啊？完了，有点满包，包满状态。这边有药草，不需要。所以说我是来这边拿这个我们在香樱花割球 B 面啊，这是什么？诗的一节，月亮服从地球，地球效忠太阳，太阳的伟大法则支配万物，这本身是基础，荣耀的指标。我们的手无法张开通往天堂之门。我觉得这应该又是解谜的一环了，让我猜猜，一定是。啊，要区分一下。啊，如果你觉得生气的话呢，那你就对号入座了哦。不要乱开枪，哥哥啊，找到找到，白门，萨尔达哦，萨尔达应该也会补吧？可是我最近有点兴致缺缺，怎么办？呼，射他，哎、欸，射歪歪，哎、欸，你把我风头抢光了。是啊，好、哦，感谢追随，谢谢，感谢暗夜音，你好，你好，你好。我觉得周末超无聊的，不知道干嘛。虽然去学校也没有比较好玩，你可以带你的 Switch 去玩啊。然后你就会怎样，你知道吗？哎、欸，借我啦，借我啦。然后之后等到他们玩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那个香菇头已经掉到地上了，有没有？敢别人玩坏，林北就有这样过啦，然后还不知道是谁用的，超气！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很想要带游戏或者是带什么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学校，好可以享受，可是你会突然想到说，啊，你的同学会一直跟你借，然后就真的很炉，你想揍人的那一种，然后借他，就后来不知道谁用坏的，我真的要揍人欸，我曾经就有东西被用坏过啊，我就超不爽的。好，放一下 A 卷。然后再插入 B 卷啊，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A B C D E F， 座位上影像上有文字，然后呢？哦，有了。重叠产生的影像，会议室座位上出现的数字，这到底是怎么解啊？这应该是谜底之类的吧？那跟谜底有关系哦。不同人的照片跟保护伞有关系。好的，我怎么可以解？绝命精神病院，绝命精神病院我已经玩完了，我要等到出三代，你知道吗？而且我觉得二代其实没有像一代那么恐怖了，我真的有点失望。我真的对精神病院这款游戏 IP 二代对我玩起来的感觉有点小小失望，还是一代比较经典。个人还是觉得一代经典啦、啊。好了，接下来呢要来插入我们的磁卡。到底要怎么用呢？这怎么处理？读取中，解除，输入密码，密码 2D， 附近没有输入装置。哦，我懂了，这个啦。嗯，二，对吧？对不对？然后。哎靠！按错了，那是零一二三四，我以为没有零。第一是倒数左边第二个，有没有？正着数不是倒数。哎、欸、哎、欸，这边有文件。哎、欸，
哇，难得看到这有文件。好像没什么鸟用，干话而已。012嘛，应该是这一个。然后啊，要一起按。了解了。I'll go check over there. Okay. Okay. 然后这个。Push. Push. Nice, sir.翅膀，哎，不是，哦，打开了，生存游戏哦，真假的？你说那一款阿瑞斯病毒不错玩哦，好哦，感谢建议，我会看看的。Come on, OK， 好吧，我会看看的。来，我们先来进这里看看。这该不会是通往之前打蜈蚣的那个地方吧？哎，不一样哦，有声音。呜、哦，这是哪里啊？新地区？哎，是新的哎。先走这里看一下。哦，安静了。哦。哦。怎么那么安静？哦，蓝色药草。可以哦。哦，医药罐头。是不是要打 BOSS 战啊？不然怎么会要你这样拿呢？一人一关。这边还有药草。嗯，这里就什么都没有哎、欸。你说那个格斗的那款游戏，我也是在等啊。2月14号出哦，哦，2月14号，说到蜈蚣，我就想到生化危机啊，这个就是生化危机啊，这款就是啊。这是什么？啊，又是解谜了，感觉出来是解谜，一个棋盘。棋局似乎已随着僵死而结束。完了，西洋棋我不会啊，塞林贵嘞，有点忘记西洋棋怎么走了。这下面无血的色带，地球仪带着。可以推吗？它是可以推的、哦。嗯，我觉得等一下再来这里好不好？我们去之前蜈蚣打蜈蚣那个地方，去打蜈蚣的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也有一个骑士的门，双剑骑士门那边也没开，全面看一下好了。